们发现这把乌克丽丽跟一般平常的乌克丽丽声音不一样，这是阿拉法的 LNS， 它是一把标准的21寸的乌克丽丽，但为什么它的声音那么高呢？其实它换了一套很特殊的选择，一套Akira 的 iUke Mini Uke Strings。它其实这套选择一刚开始是设计给16到18寸的 mini 乌克丽丽使用，但是实际上它的长度是可以换给一般的21寸的。那如果装在21寸上面呢，我们目前是把它调高了4度，所以 E B G D 等于是吉他的最细的那四条弦，但是又高了一个8度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有21寸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换成这套弦，你的音域又会更广，然后很高频，你也可以跟原本的乌克丽丽做不同音域的搭配，这样子玩起来也会很有趣。那这一套弦乌克时代限量贩售中。